投资物业咧有三个机会赚钱喎。第一个机会咧就系嗰个 cash flow 啦 ，OK， 即系每一个月个租金啦。第二个机会赚钱咧就系你嗰、那个那个物业咧有机会会升值噶嘛。咁第三个机会咧就系、是、你个租金咧都会增加噶嘛。是不是我跟他们讲呢就是我第一个物业Armory Street， 我想你们如果有听我的 video 呢 有听过啦。我那时候5万英镑买，现在呢13万英镑， OK， 值得13万英镑，那时候525镑的租金，现在是超过1000的租金。咁你自己计下啦，我是不是三个地方都赢了，有收租金收了十几年。升了值，同埋咧，而家個租金係超過 double 以前。